听我说，猛虎之牙可以咬碎一切。明白了，我知道了。前进吧。我来指导你一招吧。
别来无恙。很高兴可以见到你。我有一个建议。没关系。立即着手。有什么事情？好，我很乐意。听我说，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听我说，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听我说，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就是这样。别来无恙。这份殊荣，我愧不敢当。
现在开始评定。请听我说，我有一计。我有一个建议。我有一个想法。我有一个想法。请听我说。这样可以吗？在下想到了一个主意。就是这样吧。请您附耳过来。好吧。